如果大家想第一時間留意娛樂的消息，就要留意東網巨星；想留意大時代的劇情，亦都要留意東網巨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黃子晴 Adrian， 大家快啲 download 呢個東網巨星啦，因為入邊咧有好多娛樂嘅資訊嘅喎。嗱，你睇下我最中意咧就係呢個視娛樂啦，因為入邊咧有香港嘅猛料，又有 K-pop 嘅猛料，度度嘅猛料都有，快啲 download 啦！有個新 app 叫做東網巨星，快啲 download 啦，快啲關注啦，哇！唔係咧，你日日都見到我噶，唔想見到我都要 download 啊！東網巨星出咗啦，希望大家一齊到嚟 download 呢個 app 啦，因為入邊咧有我最新嘅 news。